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，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拳归一。
少林十三枪分解动作。预备式，双脚并步而立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右手握枪，枪尖朝上，竖于右脚尖外侧，头正伸直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预备式。起势，左脚向左跨半步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左手握拳，拳心朝上，抱于腰间，同时右手提枪，使枪竖直向上，左手下移，握住枪转上部约十厘米处，挺胸收腹，舌抵上额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。平心枪，两个分解动作。一，踢左转90度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向前平枪，左手与右手前顺把接枪，右前臂向右肩外侧竖起，向后抽枪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臂内旋，右手下压，使枪杆贴于右腹前，左脚向前落地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松握，右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平心枪。虚步隔枪，左脚稍后撤，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左手松握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向头顶上方抽枪，使枪尖朝下，枪体斜架于体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隔枪。平心枪，左臂内旋，右手下压，使枪杆贴于右腹前，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松握，右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头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平心枪。换把刺枪，两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后抽枪，右脚提起，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同时左手向左后下，右手向右前上运行，使枪尖朝后平放于左体，
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双手持枪，使枪尖向上运行，同时左手沿枪杆下滑，右手上滑，换把持枪，右脚向前落地成右弓步，右手松握，左手前推，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换把刺枪。前点枪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右手松握，左手向后抽枪，体左转180度，同时双手持枪，使枪尖向左上，而后向左后下运行，左手位于右腋窝下，枪杆背于右臂后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左腿下蹲成右虚步，同时右手向左上，而后向右下放于右膝外侧，左手向左上竖于左肩前，使枪体斜于体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前点枪。提膝撩转，右脚跟落地，左手下压于左腿前外侧，右上抬手于右肩前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左手向前上置于左肩前，右手向右下放于腰间，使枪转向前上撩出，左肘与左膝相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提膝撩转。提膝撩枪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向前上置于右肩前，左手向左下放于腰间，使枪尖向前上撩出，枪尖高于头平，右肘与右膝相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提膝撩枪。弓步刺枪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落地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松握，左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
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刺枪。凤凰点头，右手前滑，体左转180度呈左弓步，同时左手向右放于右腋窝下，右手向前上，使枪向前劈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凤凰点头。后步劈枪，上动不停，双手持枪，使枪尖向左后下运行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左脚向后退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使枪尖向左上而后向右后下劈出，目视右后。请看侧面，透步劈枪。翻身马步劈枪，上动不停，右手松握，左手向前抽枪，随体左转90度，枪尖向右上撩击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上体左转180度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持枪向右下平劈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，翻身马步劈枪。弓步挑枪，体右转90度呈右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枪上挑，枪尖高于头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挑枪。马步压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上体右转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使枪转经左上前下压，力达枪转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马步压转。
弓步刺枪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右脚向后退步，上体右后转180度成右弓步，右手松握，左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高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枪，凤凰点头，右手前滑，体左转180度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向右放于右腋窝下，右手上举，而后向下使枪向前劈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凤凰点头。弓步劈枪，体右转180度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使枪尖随体右转向前劈击，枪尖高于喉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枪。马步劈转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双手先右后左，沿枪体右滑，左手上举，右手换反把持枪，上体右转90度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双手使枪转自后上向左下劈击，力达枪转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马步劈转，虚步隔枪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右手换顺把持枪，双手持枪，使枪体斜架于体前，枪尖朝上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隔枪。三握枕，三个分解动作。一，体右转，左脚向左上步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
左前臂向上，竖于左肩前；右前臂向下，顺于右腿外侧，枪体斜踢于体前，目视右方。二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右前臂向上，竖于右肩前；左前臂向下，顺放于左腿外侧，枪体斜贴于体前，目视左方。三，左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180度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左前臂向上，竖于左肩前；右前臂向下，顺放于右腿外侧，枪体斜贴于体前，目视右方。请看连贯动作三握枕。退步压转，体右转90度，右脚向后退步成左弓步，同时枪转前下压，枪转高于肩平，力达枪转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退步压转。退步后刺枪，左脚向后退步成右弓步，双手持枪向右后下刺出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右后。请看侧面退步后刺枪。平心枪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右肩外上侧抽枪，左脚向前落地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下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平心枪。弓步劈转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后抽枪，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举枪下滑至枪杆中部，左手向后放于腰间，使枪转向前劈击，枪高与头平，力达枪转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转。
脚面枪，提左后转180度，右手向下使枪，顺放于右腿后侧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提左后转180度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枪，竖直下扎于左脚尖旁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脚面枪。换把皮枪，体右转180度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下压，而后枪杆上滑，左手上举，而后沿枪杆下滑，双手换把，顺握枪杆，使枪尖向上，而后向前劈击，枪尖高于头柄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换把劈枪。换把劈枪，右手沿枪杆前滑向右后，左手持枪向前，使枪尖顺放于左腿后侧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上举，而后沿枪杆下滑，左手下压，而后沿枪杆上滑，双手换把持枪，使枪尖向右上，而后向前劈击，枪尖与头柄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换把劈枪。马步撩枪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后抽枪，体右转180度，左手下压，右手上举，使枪体斜贴于体前，右脚向后退步，体右转90度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枪尖向左上撩出，枪尖高于头柄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马步撩枪。马步劈枪，上动不停，左手换反把持枪，左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180度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持枪向左下劈击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马步劈枪。
平心枪，双腿起立，体左转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左手换顺把松握，右手上抬，向右肩外上侧抽枪，左脚向前落地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下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平心枪。弓步劈转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后抽枪，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举枪下滑至枪杆中部，左手向后放于腰间，使枪转向前劈出，枪转高于头柄，力达枪转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转。护脚弓步劈转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手沿枪体右滑向前，右手持枪向后放于左腋窝下，使枪转背于左臂后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脚前上方，上身前倾，使枪尖放于左脚前下方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体左转180度，左脚向后落地，左手向上而后下压于腰间，右手向上，使枪转右上撩，枪转高于头柄，力达枪转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护脚弓步劈转。平心枪，体左转180度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再左转180度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高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平心枪。过喉枪，左手松握，右臂向后全身抽枪，而后回滑，双手于枪尖后握枪，体右转180度，右脚向后退步，双手持枪，使枪尖从左向右越过咽喉，左手向转步握枪，体右转180度成右弓步，右手松握，左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，力达枪尖，
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过喉腔。右后腔，右手松握，左臂向后，全身抽腔而后回滑，双手于腔尖后握腔，双手持腔，使腔尖经右臂内侧向右后下运行，左手于腔转处握腔，右下推，使腔尖向右后下方刺出，目视右后。请看侧面右后腔。弓步撩枪，左手松枪，右手使枪转经右后而后向前下运行，左手与右手下顺把接握枪杆，双手持枪，使枪尖向右后下而后向右前上撩出，枪尖与头柄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撩枪。弓步劈枪，体左转180度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沿枪杆下滑，左手上滑，双手换把握枪杆，使枪尖向前劈击，枪尖与头柄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枪。平心枪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气前上方，同时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右肩外上侧抽枪，左脚向前落地呈左弓步，右手下压前推，使枪向前平刺，枪尖与胸平力达枪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平心枪。弓步背枪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向后抽枪，体右转180度呈右弓步，双手持枪，左手前压，右手向左下运行至左腋窝前，使枪转朝上，枪体背于左臂后，右手握拳收于腰间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背枪。
腾空拍脚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，在左脚下落的同时，右脚提起绷直，向前上弹踢，右拳变掌前伸，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腾空拍脚。回头望月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落地成右弓步，上体左转，右掌变拳，拳心朝前放于右耳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回头望月。收势，左手持枪向前上运行，使枪束于体前，右手接枪体右转，左脚向右脚并步，右手束枪于右脚尖外侧，左手握拳，拳心朝上抱于腰间，而后立掌向左推出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收势。